China Justin Bieber. No, no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朱正。我最期待的是看到漂亮小姐姐，然后呢，最期待这个电影出演剧。然后泰国，对啊，有泰国。我觉得，唯一就是不像别的大戏，我觉得大家穿的都很正式，然后西装领带，大家都很随意，感觉是自己的一种态度。我觉得生活中需要这种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天明，天明。往上来一个。好，天明，给我一杯。Sorry。等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是代表我们公司。因为大家非常嗨。Tell me,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show being in China? 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可以来到维尼在上海的一场大戏，然后很期待看到这些华丽的翅膀，还有美丽的模特在台上展现他们的戏，然后也很期待接下来的。